我叫陆岩，是好几期活动里都打了海族，三海子四水的局面。2015年因为两个孩子社训连续制片，丈夫眼见这个高速小路啊，对我们农民是事业挺大的，我让你捏差不多5000块钱的生活费。自从我给他捏这个高速福利吧，我们也盼这个天天好天气，阳光灿烂。阳光灿烂以后，这个负电量高了，我们的心情也是阳光灿烂，那么生活又更好。